你说说，他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给你，看这儿，看这儿，就因为这个。 这我可帮不了你，你必须要帮我，你要帮我出主意。这我怎么帮你出主意呀？主要是看你自己怎么想。你在不在乎信呢？你要是不在乎，他就是个完美的男人；你要是在乎，他就是个残疾人。我今天叫你来，就是想告诉你，你以后你不要再乌鸦嘴了。 你烧成这样，你嘴还挺硬的啊！就是个乌鸦嘴，都是你乌鸦嘴，杨叔，你觉不觉得你真的很过分呢？我怎么了？昨天我买了那么一大堆好吃的，想精心为你做一顿好吃的，为你庆祝，为你高兴，可你呢，一个电话你就丢下我走了，你就真的这么不在乎我吗？ 今天我问起你，你就直言不讳的跟我说实话了，你就不会撒个谎骗骗我吗？就连露露，我问他，他都知道撒个谎骗骗我，怕我伤心，怕我难过，说你去谈工作了。可你呢？你是我丈夫。我正是因为在乎你，我才不撒谎。我这人不会说谎，我为什么要骗你呢？我明明是去看阿琴了，我骗你，然后拐回头来，你哪天知道我去看阿琴，我骗你，你会更难过呢。 你算算哪个合适吗？再说，我觉着夫妻间真的不应该有什么秘密。好，没秘密，那你告诉我，你去找他说什么了？他找你什么事儿？他说他失恋了。那你怎么说的？他说他。 最不济，没人要我，我还可以接着。我好啊，杨叔。我就那么一说嘛。我这是看错人了，原来你就是这种人。
我是安慰他。你吃着碗里的，还看着锅里的。我什么？我怎么？我是什么眼睛啊？我眼瞎了我。我不是安慰他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我不管你是不是说了。果果，我错了，我真的应该撒个谎。你晚了，你都说实话了。哎呀，做人太难了。您怎么来了？里面有人呢，一个男人。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病了啊？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？发烧了。哦，在家里行吗？我还是带你到医院去瞧瞧吧。啊，不用。是你把你姐叫来的？我早上起不了床了，让我姐来照顾我。哎呀，还是姐比妈亲呢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个导演要见我，离这儿挺近的。我顺路呢，就想上来给你打扫打扫房间。哎，你生病了，没跟那个刘大夫说说？这是怎么了？又出问题了？啊？杨老师。嗯，今天的实验报告。哦，那个杨老师，我有事儿出去一下。你怎么又有事儿出去啊？我爸找我。你爸找你怎么了？你爸不知道咱们实验室的规矩。哎，你不要每次都抬出你爸爸来，你是不是想给我压力啊？不是，杨老师，我是你爸找你吗？是。是不是果果找你？不是，你说实话是不是？是。你去吧。哎，卢乐，对不起，我最近心情不大好，我没别的意思，你去吧。没关系，杨老师。别哭了啊！怎么会有这种事儿？哎，可惜了，这么优秀的一个男人，那怎么会有这种毛病呢？他是不想呢，还是真的身体有毛病啊？他是不想。这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嗯，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你看，又让你说中了。你这个人可真是的，你是会算卦，你还是会巫术啊？怎么你一诅咒这事情就灵了呢？他是乌鸦嘴。如果我会算卦，算出您会当我爸的小三儿，我就会提醒我爸离您远点儿。如果我会巫术，一诅咒就灵，您还能活到今天吗？说那些干什么呀？什么小事儿？你现在赶紧给出个主意，想个办法吧。现在让我拿主意？当初我阻挠，怎么没人听我呀？当初是当初，现在是现在，你就说现在怎么办？
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刘爱民的病我治不了，我又不是阿琴，我做不出抉择。要我说啊，你还是算了吧，你还这么年轻，何必为他守活寡？人家可是说了，三十如狼，四十如虎。我曾是狼，我现是虎，我怎么没随便抓个男人咬两口啊？谁能跟你比啊？你是那正常的人吗？咱们说的可是正常的事情，正常的生理要求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？要不然他找男人结婚干什么呀？结婚就为这点事儿？当然了，结婚也不完全是为了这种事儿，不过领个结婚证，那就是合理合法的干那点事儿。阿琴，闭嘴！阿琴，我先说话。你又吵架了？你昨天晚上干嘛骗我？干嘛替他隐瞒？我不是故意想隐瞒什么，我是怕你心里难受，有时候什么都不清楚，心里更舒服些。你是特别清楚他心里在想什么吗？别人心里想什么，我怎么会清楚啊？露露，难道真的是我错了吗？为什么我现在感受不到一丁丁点的幸福呢？我住在那么豪华的别墅里面，我一点都感受不到温暖跟幸福啊。那曾经是我终极的梦想啊。人永远都是不满足的，不满足和贪婪就是痛苦的根源吧。那还是我错了，是吗？我不能说你错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活法，有你的活法。我只是不想认输。不想输给阿琴吗？我比她年轻，比她漂亮，比她有学历，比她有能力，但为什么我哪差了？可你敌不过他们12年的感情啊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露露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一直弄不明白的就是这一点，是阿琴抛弃的他，阿琴提出来的离婚，那他为什么还对他念念不忘呢？我对他那么好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呢？12年又怎么了？12年如果婚姻幸福的话，他们两个会离婚吗？12年如果婚姻不幸福的话，那他们两个离了婚，为什么还互相割舍不掉呢？是阿琴抛弃了杨老师，可杨老师内心并没有抛弃阿琴，他们已经感受不到幸福了。但离开的时候才发现，他们中间很多东西根本就割舍不掉。你知道有时候距离才能看清事实吗？你挺明白的呀。旁观者清吧。说说你，你为什么还不找女朋友结婚啊？我跟杨老师一样，我爱的女孩在别人身边。她不值得你等待。值不值得等，只有当事人能说清楚。我觉得杨老师不值得你等，你不照样还在等吗？进，刘大夫，哟，小李，来坐坐。刘大夫啊，您上次说您要结婚，我说我们公司帮您办婚庆，您后来也没信儿了。我想我是不是电话里没说清楚，就特地过来跟您说一声，我一分钱都不收您的，我会让公司里最好的策划人给您策划婚礼。下面，让我们以最饱满的激情、最灿烂的笑容、最热烈的掌声，欢迎我们新一任的厨师长马阿琴。
兄弟姐妹们，我们在同一个战壕、同一个战场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，你们辛苦了。今天我当上了厨师长，虽然是一个芝麻小官，可今天的我是你们的最高领导，我有我的战略、战术、方针、政策，希望我的兄弟姐妹们从今以后服从我的领导，我也会带领大伙奔向美好的明天，鼓掌！干活喽！报告厨师长，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要向您汇报。什么重要工作？我怀孕了。什么？我怀孕了。真的呀，你还真的不负众望啊，他们家都乐坏了吧？我还没跟他们说呢。为什么呀？我觉得我要是跟我婆婆说了，我婆婆肯定不会让我上班了。你看，你刚当了厨师长，这厨师呢还没有招聘齐，我要是休息了，那不是给你找麻烦吗？天哪，这还是你吗？这结了婚之后马上变了一个人。你的这份情我领了，有你这句话我足矣。可是现在你不能想我，你得想你肚子里的孩子，这可是人家徐姥姥家的命根子。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的婆婆和汤姆，让他们也高兴高兴。你也赶快回家休息，我上任之后的第一个决策，准你的假，让你回家休息。怀孕就不能上班了？又不是今天怀明天就生的，得十个月呢，我想我还可以上八个月的班。再说了，待在家里多闷呢。天哪，你还要上八个月的班？哦，原来你是怕闷呐。不是，咱们这什么工作环境？咱们这工作环境太特殊了，满都是油烟味儿。你现在没事，等你有反应了，一闻这油烟味儿，你马上就想吐。真的？那还能是假的啊？我还能骗你啊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就那个抽油烟机，那个辐射其实挺大的，有可能造成胎儿的畸形。啊，哎呦，有这么严重吗？姐，没文化真是要命。我有一本孕期必读，回头我拿给你，你看一看应该注意什么，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，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。就像那抽油烟机、微波炉，还有那个吹头发的吹风机都不能碰。呀，我今天早上还用吹风机吹头发来着呢，那怎么办啊？你看这头发都吹过了，还喷了发胶，是不是？嗯。不过你也不用那么紧张，所以你不能隐瞒作战，自作主张。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来了。老公。阿琴姐，前天他们忙不过来，然后你亲自上手做了一道宫保鸡丁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呀。昨天又让你亲自上手做了一遍这道菜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昨天前天点这道菜的是同一个人，而且啊，他今天又来了，又专门点了你做的这个宫保鸡丁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也觉得奇怪呀，这个人啊，他每次都是一个人来，没有其他人陪同。前天呀，他第一次吃了阿琴姐做的宫保鸡丁之后啊，赞不绝口，所以呢，昨天就专门跑过来告诉服务员点阿琴姐做的宫保鸡丁，今天又来了。呀，姐，你现在都有粉丝了，你被蚊子叮了个包啊？哎呀，还说呢，还不是去你们厨房，这一进一出，两人就多一包。放心吧，我上任之后先从卫生抓起。你的意思就是，我上任之后还要亲自下厨，为客人奉上这道宫保鸡丁？对，客人就这么要求的。那就做呗。姐，会不会是你那刘大夫呀？你说阿琴姐男朋友啊？不是，肯定不是。刘大夫长得那多清秀啊，那这位主长得呢？那个客人说
他要建做宫保鸡丁的厨师。呀，要求升级呢。先生您好。你好。哎呀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呐！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宫保鸡丁吧？嗯，我不是宫保鸡丁，我是做宫保鸡丁的厨师。对，口误口误，幸会。幸会。请问先生找我有什么事？其实没什么大事儿。我非常爱吃你做的宫保鸡丁，我也很好奇，是什么人能做出如此美味？今天一见，终于有答案了。你可以媲美你的宫保鸡丁。你长得是厨师里最漂亮的。谢谢您的夸奖。厨师一般长得都像我这样，油吃麻花的。看到你吧，我忽然想起了我高中时的同桌，长长的香，现在的你就在我身边，露出笑脸。如果先生没有什么别的吩咐，那我就不打扰您用餐了。啊，对对对，咱们聊点正事儿。难道你真的不想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吃你这道菜吗？那请问先生，您为什么喜欢吃我做的这道菜呢？真的想知道吗？好吃。不好意思，我要接个电话。那我就不打扰您了。喂。你终于接我电话了。我以为这辈子再也打不通你的电话了。哎，我们见个面吧，好好谈谈。好吧。谢谢啊。你瘦了，阿琴，对不起，我伤害了你。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很爱你。你就不能原谅我吗？那件事真的对你那么重要吗？如果那件事情对你不重要，你的身体也没有问题，我也相信你不是性无能，你为什么不做呢？其实那件事情对你也很重要。如果我嫁给一个男人，那个男人受了伤，从此失去那方面能力，那我也会心甘情愿地跟着他一辈子。那你就应该选择我啊。我不会选择你的，因为你的身体没有问题，你爱我，却不能跟我有肌肤之亲，你让我怎么接受你？这些天我的脑子一直在想，我不知道你之前经历过什么，你受过什么伤害，你有过什么不好的回忆。那件事情对我不是最重要的，但我又要和一个正常的男人在一起生活。当我们情真意切的时候，我们俩可以完全的融合，我们俩情意浓浓之时，我想亲近你，你却背朝着我，你觉得我们俩会幸福吗？我们每天都在呼吸，我们时常会忽略我们在呼吸，我们也不能没有呼吸，但是我们每天必须关注呼吸吗？没必要。它重要吗？没有呼吸人就死了，没有性爱婚姻也是死的。
我也很爱你。你是我长到这个年龄真正想嫁的一个男人，但是我不能跟你结婚。阿琴，你先别忙着拒绝我，真的，这几天我也一直在想，想了很多。我可以为你改变，如果那件事情对你真的那么重要的话，我甘心情愿地为你改变，真的。只是次数不要太多好吗？你觉得一年应该几次呢？像电影里说的一次。一次太少了，除了咱们的结婚纪念日以外，还有你我的生日，三次。你应该把你自己送到精神科去看看病，真的。去精神科。一下嘛，怎么到现在还没好啊？哎呀，没好，好像是越来越疼了。有的时候在这沙发上坐久了，都疼得难受。那到医院看一下吧。算了吧，伤筋动骨100天，到医院挂号排队，折腾过来折腾过去的，哎呀，白浪费钱。你帮我关上吧。哦。这个李良医修好了，不是，是北川又给我新换了一个。我姐现在对你，比我对你都要关心。你看，刚开始啊，给我买的膏药，看我没什么疗效，就给我买了这个治疗仪。后来坏了，他又换了一新的，让我坚持考呢。妈。说我姐要是老了，谁管她呀？她也没有个女儿。你说她要是病了，谁送她去医院？她会不会就这样孤独终老？哎，宝贝儿，别这样，心里就难受。你听我说，我也对她不错呀。她喜欢吃什么，我就给她做什么。我还给她洗衣服，吃完饭以后我就带她去遛弯儿，要不然呢她就得臭在那个屋子里，你说是不是啊？那我姐是搞创作的，那也不是一般人，很厉害的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她跟我说她的金盆洗手之作是为我量身打造的，说等我演完这个戏，他就带我环游世界。真的呀？我姐要带着你一起去旅游啊。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挺诧异的，我就问他，你不是挺讨厌我的吗？也挺恨我的吗？你怎么还愿意带我一起去旅游啊？你知道他怎么说？哎，他说啊，跟你吵惯了，要是我一个人我还觉得挺闷的。哎呦，感情啊，我是给他解闷儿的。您好，欢迎光临，这边请。老板，人来了。哎呀，李老板，坐下。好。别抱，
终于出现了，你领老板招呼，我没敢一点耽搁。李老板，您是钱越挣越多了，装修也越来越好了吗？这算什么呀？小生意，挣点散碎银两而已。哎呀，我刚上二楼的时候，看见两层楼啊，可都是满座了，那生意可是真不是一般的火。是啊，生意越好越发愁啊，没厨子呀。我说你给我挖的人怎么样了？不瞒您说，那个现在到处都缺厨子，都互相挖呢，正。真是今非昔比啊！我当厨子那会儿吧，只要能找个大排档的活儿，我都乐得屁颠屁颠的，跟人吵一礼拜去。没想到这些年啊，厨子一下这么值钱。我这次让你来是，让你帮我查个人。谁呀？别动！长安酒店的大厨师长。嗯，好的，李老板，我后台给您打好。啊，明天我就要休息。好，没问题。好了。恰逢高塔飘，阿娇飞飞扬。宝贝儿，你跟那个刘大夫现在怎么样了？分了。分就分了吧。这三个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俩腿的男人遍大街都是。嗯，我以前也跟你一样乐观，可是我现在不这么想了。女人到了一定的年纪，离了婚之后，想再找真的没那么容易。是你呀，要求太高了。你看这经济条件好的，离退休的，你嫌乎老，你不愿意找。那年轻的帅哥啊，那你呀，必须是富婆。要找这个年龄啊，经济条件都相当的，啊，那就是离了婚的。不过离了婚的也不那么简单，啊，你有前夫，他有前妻，他有孩子，你也有孩子，搅和在一块儿了，哎呀，那乱了套了，不好相处。嗯，所以妈，我想通了，我姐说的对，没有男人也一样能活，我自己又能养活得了我自己，所以我想好了，不找了，独身。别呀。你都想不找了，那你还不如跟那刘大夫在一起呢，啊，他又对你那么好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他有问题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他有问题。那你都不想找了，我也办不了那种事儿。你要跟他在一起，也办不了那种事儿。说好歹你们俩也是个伴儿，不一样。我身边没有男人，我也不想。我要是结了婚，身边有个男人，我就会想，这是一个畸形的婚姻。我宁愿不结婚，我也不想要一个畸形的婚姻。嗯，你这例子啊，觉得挺恰当的。我觉得你说的对。你怎么是个墙头草呢？妈还不是为你好啊。老板，资料我已经带过来了。资料都在上面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人呢？腿也快。阿琴姐，阿琴姐，又来了。谁又来了？大金牙。
来干嘛？他要求你再为他做一道宫爆鸡丁，然后亲自端他房间去。领导，我堂堂一个五星酒店的厨师长，我还负责亲自端下到客人的房间？阿琴姐，息怒啊息怒啊！咱酒店不是有规定吗？客人的要求咱必须满足。这什么破规定啊！我找领导去。哎呦呦呦！你就别给我惹事了啊！我的祖宗，咱还不知道那大金牙是干什么的呢。那万一他 ……So what？ 小心驶得万年船，让你去你就去坐一会儿呗。他又不敢，那非礼你。我敢非礼他。别呀，阿琴姐。阿琴姐，就这一次啊。嗯。下次别怪我非礼哦。宫爆鸡丁来了，谢谢。请问先生贵姓啊？不贵，姓李。我叫阿琴。姓马是吧？阿琴呐，你身边好像女人特别多，所以阴气显得略重。你的性格是心直口快，干活特别能吃苦。怎么样，我算得正不正？李先生对我的底细了如指掌。嗯，你是卧底吗？我们俩要接头吗？我们的接头暗号是宫爆鸡丁吗？聪明人，要不然说呢？家有阿琴树，何愁招不来金凤凰？我果然看到了一只金凤凰。嗯，就是有点胖，可能不大飞得起来。哼，那你小看人了，也许会一飞冲天呢。请问李先生，我们俩的接头暗号为什么是宫爆鸡丁呢？这个话题说来比较沉重。小时候我和我爸爸最爱吃的就是我妈做的宫爆鸡丁，每次一吃到宫爆鸡丁啊，这都是我们全家一起聚会的日子。但是这么多年了，当我妈走了以后，我就再没吃过这么可口的宫爆鸡丁。自打吃了你这个宫爆鸡丁，我就像是又找到了母爱，美白的。哎呀，难受。李先生，嗯，能为你找回记忆中的味道，作为厨师我也很满足。谢谢你，以后随时为你奉上宫爆鸡丁，欢迎你来品尝。阿琴，说句冒昧的话，我后半生的幸福就指望在你身上了。是不是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了？幸福在哪里？朋友，我告诉你，我们酒店最近有一个客人，嗯，每天中午一个人来，要我们酒店最大的包房，点一个宫爆鸡丁，还必须是我做的，每天都来。男的女的呀？男的。多大岁数了？四十多岁吧。不是暗恋你吧？嗯，千万别暗恋我。嗯，长得丑啊？我丑也不丑，胖乎乎的。嗯，中等个儿。嗯，那有点俗，大金链子，大金戒指。哦，我告诉你啊，他那么大岁数了，箍牙。箍的那个牙都是七彩的，一张嘴五颜六色，还挺时髦。你说这人好像我们学校李小的阿爸呀？不是，我告诉你，神奇的不是他每天点一个宫爆鸡丁，最神奇的是他有特异功能。特异功能？是不是平时不好好学习，然后一考试的时候答案就立马出来了？你想得美。就是那种啊，一念咒，那钱不。飞过来了，你想的更美。
我告诉你，你坐在他面前，他不认识你，他就知道你的经历。这算什么特异功能？我也会。这其实是一种敏感。我不用见这个人，我只要根据他的特点、特性，我就能判断他的生活经历。哎，吴东方刘大夫，我不都说准了吗？嗯，没错。你姐她确实有这种特异功能，连我这辈子不能演 A 角，只能跑龙套，她都给说准了。嗯，跟她的完全不一样。我告诉你，嗯，你坐在她面前，嗯，就是我坐在她面前，她就能说出我多大岁数，离过婚的，刚失恋，家里全都是女的，说出来了。哇，这你也信呢？那是调查过你，太可笑，他又不认识我，他到哪儿调查我？听说过网络的人肉搜索吗？嗯，很强大的。所以就是想了解你那点个人信息，易如反掌。我吃饱了，先上楼了。写作业啊。哦。天哪，这个时代也太可怕了。关键是啊，他这么调查你是干什么？是不是看中你了？嗯，你说呢？嗯，你不是易如反掌吗？要我说，阿琴，你是交了桃花运，但是这个女人的桃花运和女人的生理周期一样，都是一阵一阵。就这样走进了我的世界，带给我快乐和简单的幸福，每分一秒都铭心刻骨。翻开我们的照片，时间定格那一瞬间，幸福开始蔓延，你给的一切是那么自然，让我不知不觉想要陪在你身边。我这一首歌写给我最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你抬头看看天，天的另一边有我对你的思念，可是写给我最亲爱的。